你这是干嘛呀？小蜜蜂啊？我不会啊。不是吧？也太没有生活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的生活都是些什么。这样，我教你，就像我这样啊，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丛中啊，飞呀飞呀，石头剪刀布，敢不敢？怎么样？我还是不会。你该不会是想把我灌醉了以后对我图谋不轨吧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要不然这样，我先让你两杯，怎么样？这下可以了吧？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玩。两两只只小小蜜蜜蜂蜂啊，啊，飞飞到到花花丛丛中中呀，啊，飞飞呀呀，啪啪啪，飞飞呀呀啪啪啪。啪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喝吧。再来，两只小蜜小蜜蜂蜂啊，呀，飞飞到到花花丛丛中中啊，呀，飞飞呀，呀，么么么，飞飞呀。呀。啪啪，飞飞呀，呀，啪啪啪，啪！喝吧。小蜜蜜蜂蜂呀，呀，飞飞到到花花丛丛中中呀，呀，飞飞呀，呀，啪啪，啪，飞飞呀，呀，留住了。就在这里。今天是思雅的生日，我知道。前天的时候，我跟她一起吃了饭，她许愿说，她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一辈子。我还以为。
喂，叶总，我发现了一点新线索，已经发到你手机了。他们俩不是闹掰了吗？怎么关系又好成这样了？看来不用我出面了。 输了啊！输了！嗯，我怎么会输呢？明明就是你，你说还敢出老千？你划拳出老千给我看啊！我不管，我要去拿酒再喝一个。我不许！你不许什么？我不许你再吐了。 袁思雅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眼前这个男人？爱他，尊重他，保护他，无论疾病或健康，贫穷或富有，始终忠于他，直到人生尽头。你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